drops. Motion got me all faded. My heart got me going all crazy, and I won't be walking away. Yeah, in New York in the sunshine, I'm a fool. Yeah, I got love blind, and ooh, yeah, I got my heart out.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丸，今天又要来跟大家进行我们小车子的系列开箱。大家看到这个盒会应该也知道了，没有错，就是我们这个马里奥赛车的系列。风火轮推出这个马里奥赛车的主题，除了有一般的小车子可以让大家进行收藏之外，也是有推出相关的轨道套组，是可以直接来游玩的。看到这边一盒一盒的，没有错，这个呢其实是风火轮推出的盲盒系列。其实风火轮大概在十几年前就曾经推出过类似这样子的盲盒系列，当时是以一般吊卡的形态推出，可是在最下面这个透明展示壳的部分是设计成全黑的，变成说能够拿到车款就不太一定。我让自己抽到最好的车款应该是布加迪，那之后有机会的话再慢慢跟大家进行分享。后期的这个 Mystery 这个神秘的系列，可能是因为在包装上面的设计很容易被人家偷偷拆开，所以就把这个一般吊卡的包装给取消掉，改成了这种袋装的样式。可是改成袋装的设计并没有比较好啦，稍微捏一下还是可以捏出这个车款的样式。再加上这个袋子的设计，其实在外面都有一组特殊的编号，会看的人呢其实从这一组编号就可以直接知道里面的车款是哪一台，变成说有一些比较稀有的车款呢，稍微挑一下也是可以挑出来的，大家想要购入的意愿相对也会降低非常非常的多。不过话又说回来啦，这个风火轮的神秘系列魔丸记得是从来没有在台湾正式贩售过，最近可能也因为换代理商的关系，变成说呢风火轮有一些比较特殊系列的款式在台湾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其中也包括今天魔丸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盲盒系列。魔丸大概也是在二三月左右就已经购买了这个盲盒的系列，一直没有时间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啦。今天就赶快运用一点点时间呢来跟大家进行这个系列的开箱。现在想要购买的话，魔丸记得呢在一些特定的专柜应该还是有机会可以去买到的。好了，一直在跟大家介绍右边的这个盲盒，那我们左边这个黑黑一盒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我们的限定品啦，有特别关注一些美系玩具又或者是美系漫画的朋友应该是可以知道，在欧美地区有一个盛会是即将开始了，没有错，就是我们 SDCC 圣地牙哥动漫展。从前一年开始，也因为疫情影响的关系，这个动漫展都是直接改为线上的方式来进行展出，当然各家所贩售的这个限定品的部分也是直接在各家的官网当中来进行贩售。从上个礼拜开始，其实陆陆续续就已经开始贩售一些限定品了，那真的有兴趣的话呢就赶快去搜寻一下。今天我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其实就是2019年圣地牙哥动漫展当中会场限定的马里奥赛车。每一年风火轮会场限定的车款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抢手啦。说个题外话，今年的风火轮也是改成线上贩售的方式，可是我还看到的时候是已经售完了之后如果有机会再入手的话，也会再来跟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分享。好啦，那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会场限定的马里奥赛车来跟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分享。可以看到其实每一年 SDCC 在这个外盒盒会的部分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也算是蛮神秘的一个感觉。侧边的地方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马里奥赛车的剪影样式，当然在后面是又搭载了我们这个滑翔翼的式样。之前风火轮推出的马里奥系列其实都是没有设计后面这一个滑翔翼的样式，变成说呢这样子的车款应该算是蛮稀少的。可是从今年开始呢，最新批次的马里奥系列是正式推出了一个后面有搭载滑翔翼的式样，但是在整体的收藏其实也不会影响到这一个的价值，因为这一次 SDCC 所推出的版本所推出的样式就是采用这种纯银的方式来呈现，当然也是只有涂装模仿啦，其实呢整体的用料应该都跟一般的车款是一模一样的。这次推出的限定车款可以看到整体的盒装样式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啦，整个背部呢都有搭载一个场景的感觉，下面呢也设计一个小小的底座式样，也是使用这种烫金的字样来呈现。这一个马里奥赛车会这么抢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因为是以这样子黑盒的方式推出，官方就有特别公告是有机会呢可以开到超级限定的金色版本。以会场限定来说，要取得已经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又是会场限定当中的限定品，变成说呢在价值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稀少，非常有收藏价值的。现在来说，在一般的这种 eBay 啊这种拍卖网站上面想要购入金色版本的话，起码是银色
版本的3到4倍左右的定价，但这个银色版本摩安目前看到的开价也不算便宜耶，是已经到了5-6千块，这个小车子的价值真的算是蛮难以预料的。真的有喜欢的话，摩安当然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购买最近新推出的这个马力欧滑翔翼的系列。车模的款式来说其实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再加上也有全彩色的涂装，今天算是难得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实像是这种小车子，摩安还是要建议大家要去购买自己喜欢的样式，千万不要以投资的心态去购买这些小车子系列啦。就连风火轮的红线俱乐部都有曾经推出过我们的再版，再版一推出价格上面一定都是直接从一半以上开始砍啦。摩安当然也会建议啦，你是真的有喜欢这个车款呢，再来进行收藏，再来进行购入，这样子的挑选方式才是最正确的。好啦，那这个我们会场限定的马力欧赛车我们就先把它放在旁边，接下来将要来开箱我们这个盲盒的系列啦。可以看到这个盒子的彩绘当中呢是写了系列3欸，代表说是已经出到第3个系列，可是摩安确定啦，前2个系列都是没有进来台湾的，想要购买的话也就只能从国外的网站下去购入。盒子侧边就展示出所有的车款样式，配乐部分这边也是有特别写的，欧美系列的盲盒配率其实就算是真的蛮随机的。风火轮推出的这个系列一中盒当中是有18个的盲盒，可是会不会抽到一整套其实配率上面来说也是非常非常不固定的。可以看到在每个角色的下方其实都会特别写上一个配率，像是我们的香蕉就是3:18，代表说的意思就是18个的配率当中会出现3个的香蕉。那我们的幽灵呢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红色的龟壳是2，那最小的最稀有的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奖杯的式样，18个当中是只会出现1个。摩安个人的话其实比较想要的除了我们的香蕉啊幽灵，再来就是这个力宝宝，我们这个蘑菇的样式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那在这边我们就直接来进行第一个的开箱啦。摩安第一个抽到的算是比较冷门一点点的角色啦，这个是我们的机械库巴。在早期的马力欧电玩当中，你对上最后的大魔王库巴，那他就会丢出这样子小小的怪兽来去攻击你。设计的样式来说呢其实也算是蛮精致的，但是下面的部分就是用一个电镀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车体的样式，轮胎的部分呢也是使用透明胎的方式来呈现，实际上呢是可以搭配轨道一起来进行游玩的。搭配轨道一起游玩的感觉呢应该就会很像我们在玩电玩当中呢被这个怪兽攻击的这种式样，被攻击的这种感觉啦，整体呈现的样式呢也是蛮可爱的。 OK， 那我们第一个开到的机械库巴我们就先把它放在旁边，接下来我们来再开箱第二个。而第二只开到的怎么又是我们的机械库巴？以一中和2只的配乐来说，摩安是已经把这2只给开走了。好了，那没关系，让我们赶快再开箱第三个。哦，第三个看到魔丸非常非常想要的力宝宝，可以看到呈现的样子也是很可爱啦，整个脸部设计的刻画呢都算是蛮细致的，底部的地方所搭配的这个车款样式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我们第三个抽到的力宝宝我们一样就先把它放在旁边啦，接下来再开一下我们第四个。魔丸希望最后2个是可以开到我们的香蕉或者是幽灵，当然能够开到奖杯魔丸觉得也是蛮不错的，那我们就赶快来进行开箱吧。哦，很顺利的在第四个开到我们这个幽灵。魔安记得名称应该是叫做布布，因为它没有带一个王冠，如果有的话应该就是我们的布布王。可以看到整体呈现算是蛮简单的，但是整个细节的部分都是有刻画出来的，整体的样式呢也是飘在半空中的这种感觉，搭配起这个幽灵的式样呢，魔安觉得这刻画的部分也算是蛮细致蛮特别的。 OK， 那我们第四个布布的车款我们一样就先把它放在旁边啦，接下来最后一个希望是可以顺利的开到我们这个香蕉的款式。
怎么又是我们的机械库巴？以这一综合的比喻来说，这个机械库巴也太多了吧？没想到魔丸这边就直接开到了三个机械库巴，应该也算是特别有缘分吧。魔丸觉得盲盒这种系列真的算是蛮特别的，不管配率如何，有时候就会一直开到某一个特定的角色、特定的人物。魔丸觉得啊，这应该也就算是一个缘分吧。好了，那在这边魔丸也就稍微拍摄一些细节的画面，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参考。那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喽。小车子系列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之前有来收集这个马里奥系列的朋友，这个盲盒的系列魔丸个人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啦。当然呢，想要来搭配这个轨道来一起游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尺寸上面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就可以当作赛道上面的一些障碍物，游玩起来的方式也会变得更加的丰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之后一样会再有不一样的玩具开箱、玩具分享，或者是我们小车子的系列开箱。我是魔丸，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